你们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？四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大都会的活动，你们说我长得像一只高颅顶的啮齿类动物。前几天我又发了一期自以为很好看的活动视频，你们说我擦唇膏的时候像只龟。你们说的大概是这种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而感觉挺厉害。我家是养了一只豚鼠没错，你们说物似主人形也没有问题。可是我再说一次，这个玩意儿它叫做水豚，水豚。你们在评论区怎么这么兴奋呢？认错人了，认错人。哎，可是这么久以来，你们时不时还会说我长得有点像那个……哦呦，这是什么动听的声音？今天高低就给你们还原个厉害的。翻白眼就翻白眼，你张嘴干吗？还是这个好看是吗？对，还是这个好看。完犊子了，上次理发师给我理秃了，现在发疯像条河一样。哇，这种妆造啊，头发太油塌就真的不好整了、怎么越扎越抽象？我挺怕做这种头发的，要用到很多发胶就很伤头发。今天头发状态也不错。看着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珂斯汀双仓洗发水？它是双仓的，两边的东西不一样，内仓是活性头皮克隆精华，外仓是氨基酸净溶洗发液。一个洗头发，一个养头皮，一瓶当两瓶面，先洗头发再养头皮。东西我就放橱窗吧，头皮养护好了，头发自然控油蓬松，什么折腾都可以，那条河就给它填上。我是来个转场吗？这不是转场吧。